我在金门哈，我一定是两岸一家亲。我们现在不止一家亲，还共饮一江水。像刚刚在台上那段话，是不是也蛮力挺柯文？那我当然了，是我市长讲的两岸一家亲的话。我在金门哈，我一定是两岸一家亲。我们现在不止一家亲，还共饮一江水。而且台湾不能做的，台北不能做的，我觉得金门都可以先做。啊，所以这个很清楚的哈。我讲1949年，这是两岸的现代的赤壁之战，没有1949年古宁头战役，哪有中华民国台湾的繁荣？所以是因为柯市长的两岸一家亲，所以要挺他吗？不是的，是他做事让我看得到他的努力。会签柯P认同卡吗？不会的，这跟他没有关系。